早晨啊，大家睇下先。哇，好多早啊！咦，好似个版面又唔同咗喎，可能 YouTube 有 update 啊。早晨啊，早餐时间翻嚟啦。而家就整緊炒飯嘅材料，因為通常就係尋晚有剩飯，就今朝用嚟炒飯。炒飯大飯都係基本上每個禮拜一定會出現嘅。菜式炒飯是最不用想的，昨天做了個有味飯，今天就炒飯。其實大同小異，即是它用不同的狀態出現。哇，切完洋葱流眼水添。那就是這些配的椒啦，炒飯啊，肉醬意粉啊，炒下意粉，炒下面呢啲咧，基本上就 fulfill 咗你一個禮拜嘅餐單，即係講緊 lunch box。哇！切完個洋葱，又流眼水，又想流鼻水，切埋呢個先。我一陣間我自己都要換衫翻學，所以睇下可唔可以盡快，唔講咁多嘢啦。我哋咪冇曬蒜頭啦，咪要去買啦。有啊，哦，買咗啊你，搣一粒俾我。我見你買面豉喎 ，TNT。面豉啊？係咪？係買一嚿面豉啊？面豉湯嗰啲面豉啊？係咯。哦，你 TNT 買㗎？係。減價咁樣咧？聽朝可以煮面豉湯，唔得啊！聽朝我翻學，哇，喝眼水先。
咪搞得太暗咧？我自己嗰、那個。你哋睇 OK 噶嘛？係嘛？早晨啊，我未睇到你哋啲 message 住，但好似有啲亂碼咁樣喎，睇唔到你哋留言喎，淨係睇到一紮嗰啲重疊重疊嘅字，點解會咁咧？你睇唔睇到啊？爸爸，亂咗嘅喎，我呢度睇係，嚇？你睇唔到啊？你睇到啊？蝦佬唔到佢哋添。啊？尋晚有冇出去玩？啲小朋友去攞糖咯，有啊。去了啲鄰居，行了幾條街啊？係嘛？有四條到啦，係嘛？攞咗一年要食嘅糖嘅份量翻嚟係嘛？一年唔使買糖，超多 lollipop 啊！薯片啊，朱古力啊，仲有咩啊？咩啊？好多人問咩啊？不是很 get 到你說什麼，很多小朋友是啊，我昨天我們 join 這一班，有成哇整條街都是人，周圍去每一家很熱鬧，跟著我們門口都有很多人來啊，我們那袋都拿完了，是嗎？我一年一次咁樣啦，跟住阿希永今年又係技能解鎖，初學 face painting， 就幫阿妹啊，幫爸爸啊，畫面咯，畫埋個面啊，有氣氛啲嘅，係咪啊？咁呢一個咧就係尋日嘅冷飯啦，所以佢都幾碎濕濕嘅，同埋咧加咗啲印度米落去咧。有啲朋友想問，咦點解可以見到你炒飯炒得咁一粒一粒咧？
咁咧加咗啲印度米，因為佢比較乾身嘅本身。俾個窿，啲糊係咪仲喺個洗碗機啊，爸爸？咩啊？哎呀，發緊夢添，算啦，炒完啦，你睇我未瞓醒，哈哈，唔記得咗落椰菜啊，就係咁蝦碌噶啦，我朝頭早。緊要啦，炒好咗啦。留翻今晚食咯，幾搞笑係咪？直播有呢啲嘢睇，蝦碌。可唔可以斟一杯俾我？水。我見你咕嚕咕嚕得咁爽。好
跟住就早餐啦，西多，成個禮拜冇食啦，佢哋啊個幾禮拜冇食啦，係時候。多士唔使炸嘅西多士，其實呢個真係非常之方便嘅早餐。唔知道媽媽們有冇試過呢？好，睇唔睇到啊？大家，哎呦！好好好好跌咗添，咁啊，好唔好啊？睇得清唔清楚？咁啦，好，幾多點啊？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？成日都唔記得買啲 cinnamon， 咁就可以審喺呢度。不過如果你小朋友唔中意食 cinnamon 咧，就都可以唔使買，因為佢哋幾個係 OK。幾點啊？59分。牛油盒啊，
唔得，完全睇唔到，全部亂碼，發生咩事咁照，重疊曬，靠陳生啊，唯有。有時裡面就花生醬啦，有時 Nutella 啦，有時就 jam 啦，咁啊，逐個逐個禮拜唔同咁啦。咁煎埋應該就搭衫到啦。我就用15分鐘自己換衫梳頭出門口翻學。開少少抽氣先啊。西多士應該都整咗好多次㗎啦，係咪啊？喺呢個早餐時間，所以 keep 住做 ，keep 住睇，大家就應該慢慢有個概念，就係就算之前未整過的朋友仔，很快會識的啦。這個0630早餐直播呢，是真的做一些很新手的朋友，他們經常告訴我聽呢，真的看完之後真的會落手落腳去開始試整給小朋友，很開心哦。所以他們說，你不說話都可以的，早上睡醒都明白的，但是你keep住開啊，我們真的覺得參考到和有動力啊，那我都非常開心。所以希望就算有時些東西重複，你們都不要介意啦，因為都真的不可能一年365天天都一樣，天天都不一樣。媽媽表示很忙，是吧？所以大家都不要擔心，說哎呀，成日都煮一樣的東西，我的小朋友會不會不喜歡？不會，其實只要你起身煮給他吃，這個都是一個很溫暖的早晨，大家是否都同意呢？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完全看不到你們的留言。我可以搞大火一點，因為一開始未整完，它通常不要太大火。倒埋佢咧，佢會滲埋落去噶啦。
望實佢啊，唔好俾佢太快深色曬。其實點得勻循曬啲邊咧，都好香噶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啲人唔中意有嗰個麵包邊，咁啊飛埋邊。咁啊，好靚啦！你睇啲顏色，係咪啊？你唔好當佢西多啦，你當佢煎多士啦，係咪啊？即係蛋漿煎多士咯。哇，其實咧諗翻韓國食嗰啲 toast 都好好食，係咪啊 ？Egg drop 同埋 ice egg toast 都好食。不過佢真係用好多牛油去煎嗰個包，所以好香。跟住都係夾蛋啊、bacon 啊、火腿啊，勁大量嘅椰菜絲。啊，揾一日同大家整啊！我哋小牛油版都好正啊！咁我搜尋一下佢啲醬係咪有咩特別先？我見佢都係擠啲沙律醬啊、茄醬啊，即係類似千島醬咁樣。嗯，好香啊！啊，有時入邊仲會搽下嗰啲啊，唔係上面有時會加煉奶啦。咁啊，見到陳生啱啱買咗，都係好間唔時，即係行過見到就買，間唔時食下啦煉奶。小朋友都係中意，都係我哋嗰個年代嘅童年回憶嚟啊嘛，係咪？咁雖然話，哎呀好甜啊，咁但係都會俾佢哋食嘅，因為真係一個我哋兒時嘅美食回憶。奶煎多，奶醬多，係嘛？嗱 ，keep 住我中意呢啲顏色就 OK 啦，唔好太深色，盡量啊。有時真係會做下嘢唔記得咗。嗱，咁通常個面係容易啲。唔係個底係容易啲深色嘅，加翻細啲火，因為佢個 pan 熱咗。嗱，哇，夠色啦，喺呢度。咁啊，煎下個皮。煎下個麵包皮啊！哎，原來話 OK 啦，熄火先，等佢啲餘温慢慢煎下。其實是煎啦，你當煎多士啦，唔好叫佢西多士啦，係嘛？搞掂咁，其實等陣間佢哋落到嚟就仲暖暖地啦。啊，有冇人話俾我聽而家幾多點啊？7:10，我仲可以整到個 smoothie 喎。整唔整好呢？
好，俾大家睇下，哇！俾大家睇下會擺咩落去啦，好冇？熟到不得了嘅牛油果，好彩陳生又擺落雪櫃。呢個是我飛之前買回來就真的熟到剛剛好，都不止剛剛好，熟得滯了，但就未起根。小小個呢啲其實真係好好啊，無論食同埋榨汁。哇！真係熟到咧，一切咧連粒核都自己跌出嚟。即係今日唔食就難啦，所以。就算咧，今朝唔炸咧，放學翻嚟都整俾佢哋食。再唔係咧，就愛嚟整呢個吞拿魚、牛油果醬。部分完成，跟住咧，嗱紅石榴，哇，好靚啊！呢個紅色同綠色夾埋一齊。Very nice. 香蕉一條，娛樂呢個有甜嘅，小朋友玩。Flat seed 一根，杏仁幾粒，
好，如果覺得咧結得滯咧，就當係 smoothie bowl 咁樣擺落個碗度俾佢哋畢。可能咧落少少 cereal 咁，因為入咗 yogurt 啊嘛，見唔見？哇，正啊！哇！呢杯我仲可以飲埋翻學，面啊！完成，就咁啦，系咪啊？好啦，你翻学啦，记得帮我 like、shar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 channel。咁就搭车嘅时候先睇翻你啲留言啦。唔知点解而家系完全睇唔到，所以识唔到 hi， 答唔到你哋添。咁啊，下个直播见啦，拜拜。